这15年来，他真的是拼尽他的全力，然后他也真的是做到了。一路上讲真的，我替他很开心，然后有点感动，我也说不出来。然后我们请那个区长帮我，哎呀，固定固定，你够了，你够。妈妈多讲一点。对啊，我看他释放了啦，就他也真的是哭翻了。他其实他是很坚强的，然后我们都是两个个性差不多啦，我也知道他的个性怎么样，所以第一个是不打他，把他金牌先拿到这样子，然后后续的话再慢慢跟他聊一下。还没看到。当然是拥抱他。对呀、啊，这15年来他太辛苦了。对呀、啊。昨天总统赖清德是不是在凌晨的时候看完金牌战也有神色对决？有，嘿嘿。哦，他就祝贺说玉婷拿到金牌，然后他也很开心，对，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个电话有点太小，就是很多那个我不太会讲，就是祝贺啦，然后大家都，全民都很开心了，对呀、啊，很谢谢那个赖总统打电话给我。那可能回来再跟他规划，通常他们的活动都是小朋友规划，我配合他。有没有想要透过下次镜头好不好？真的哦，玉婷你好棒哦。然后就是你一路的坚持，然后辛苦，真的是替台湾争取到那个一面金牌，谢谢你。然后妈妈真的是很感动，对，回来会好好的拥抱他。这一段路程并不容易，对，偷偷哭过。昨天看着哇，就是他也很硬的个性，我也是蛮那个，所以讲真的都是内心呐、啊，内心呐、啊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我们都是眼泪擦一下，就是还要回过来，嗯，还要镇定一下，嗯，对对对，哎呀、啊，他还是就是这种个性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一路可以这样子完成说他的金满贯，谢谢。面对很多人的质疑啊，就是关于是方面的主题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？那他当然是很委屈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那现在因为他也赖里面视讯我，他做好准备，然后要我说就是尽量关掉媒体，然后他会好好的备战，然后也把一些那个安慰我的。啊，我想说，我也是收到了，所以我就那个平常心了、啊，对，因为既然说女儿都那么贴心，会感受到我可能会有一点那个心情的起伏，所以这样子我就很感动了。